天主啊，欢迎你们，也非常高兴你能够参与我们这个以斯帖进食祷告。这是登达中心教会第一次进行的以斯帖祷告，而你还是不明白什么叫以斯帖祷告。以斯帖祷告，我鼓励你是即使至少一餐，不管是早餐、午餐还是晚餐，即使一餐，让我们一起来进食，有一个目标的，有一个目的的。我们要为个人的服侍祷告，为教会的复兴祷告，不只是灯塔而已，众教会的复兴，还有我们的国家的复兴，特别是在面对这疫情的时候，我们来祷告。兄弟姐妹，我鼓励你准备心，我希望你能够坚持这三天的祷告，来我们需要复兴啊！教会需要复兴，我们国家需要复兴。我们认真真的，当疫情成为一个失控的一个时期，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站起来。我们不要当个负面时期，我们等事情会过，日子过，等苦难过后，我们要扭转这个局势。我们讲扭转这个局势呢？是靠着进食祷告。耶稣说过这样的话：若这一类的鬼若不接着进食祷告，并不敢出去。当然，我不是在赶鬼，但是指的是在困难当中，我们要进食祷告。阿门。所以，我们要以以斯帖的话，下回读一段的经文，以斯帖的经文，让知道以斯帖面临什么，我们在整个的环境里面来做这个进食祷告，为什么这么有效？或者面临我们以斯帖四的进食，那是神所采纳的实验。我说把时间交给师母。叫我一颗圣洁的心，那是我毕生的追寻，想大卫和你用的心，一株清净时刻反省，使我拥有真挚的灵，灵全副真灵的带领，超聆听那微笑声音，可不要忘心事坚定。我们唱对一次，造我一颗圣洁的心。我们唱对一次，造我一颗圣洁的心，那是我毕生的追寻，想到为何你用的心，一株清净石的繁星，使我拥有真挚的灵，愿顺服神灵的带领，常聆听那微笑声音，可不要坚定，唯有主我单单依靠，别无他救，几次而已，造我一颗心，能够参透你旨意，造我心的一天天遇见你，造我一颗心，一生里心灵福利，造我这颗心，一路恩高。
的插队是从新开始。找我一颗圣洁的心，那是我毕生的追寻。想大卫和你用的心，与主亲近时刻反省，使我拥有真挚的灵，愿顺服圣灵的带领，常聆听那微笑声音，更不要忘心事坚定，唯有主我单单依靠，别无他求，仅此而已。造我一颗心，能够参透你旨意，让我这颗心得以天天遇见你，让我一颗心一生灵心灵不离，让我这颗心如恩膏和暖里。我们叫唯有主，唯有主我单单依靠，别无他求，仅此而已。造我一颗心，能够参透你旨意，造我这颗心，可以天天遇见你。敬拜，造我一颗心，能够参透你旨意，造我这颗心，可以天天遇见你。造我一颗心，一生灵性不离，造我这颗心，流入恩和能力。弟兄们，我们再唱，找我一颗心，人生看透你旨意，找我这颗心，得以天天遇见你。找我一颗心，一生灵性灵不离，找我这颗心，流露恩膏和能力，流露恩膏和能力。我们，哈利路亚，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敬拜你。沙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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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哈利路亚，主啊，我敬拜你。
我的心渴慕你，主啊，思念你，想念你。耶稣，耶稣，我爱你。耶稣，耶稣，我敬拜你。阿门。沙拉巴巴巴巴。啊，沙拉拉拉拉巴卡西。日常生活当中一直要仰望你，要学习依靠你，凡事都要知道你的旨意如何，明白你的旨意如何，让我们不要做一个糊涂人，让我们做一个聪明人，要知道我们要懂得爱惜光阴，要懂得现代的时代邪恶，让我们要来亲近你，在特别的特别的时间，在特别 的日子里面，我们要在艰难的日子里面，我们要来依靠，我们要来仰望。我们相信所有的事情，所有东西，在你那边，在你里面，一定有答案。虽然我们看不见，虽然我们不晓得，虽然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神，你仍然掌权，你仍然坐着为王。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要把以下时间完全的交托。如此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阿们。愿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造一颗呵护神的心，阿们。这是多年以前我跟 Elvin 弟兄所做的一首歌，希望这首歌也能深深的触动你，阿们。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神的经文。我们请
玲玲姐妹来朗读这个诗，就是朗读叫做《以斯帖记》，《以斯帖记》第四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然后到一到八节。以斯帖记第四章十五到十七节，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比改说：“你当去召集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围猎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是吧。”于是莫比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园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宴席。”王说：“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于是王带着哈曼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我若在王面前蒙恩，我若愿意赐，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宴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以斯帖。阿门。阿门。让朗读的和聆听神话语的都得到召救，都蒙福。Amen。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大环境、大背景，我们看到以斯帖是在面临整个犹太人，他们已经灭亡国了。但是现在他不仅是王国，现在在这非常的时刻，他们在面临整个民族，就是犹太人要灭族的一个厄运，要面对。当他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的舅父就来跟他讲说，所以他就为了这件事情，他就叫所有的犹太人，在波斯的犹太人都一起来禁食祷告三天，不吃不喝。所以以斯帖决定了决定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而冒死觐见前的榜样，让我们看到他有勇气而且有计划的计划周详的人。阿面，你知道吗？不像现在也是一样，你不能随便见王的。就算他是王后，如果王帝没有召见你，你直接去见他，那是死罪来的。所以我们从以斯帖的身上看到几样的特点，就是他计算代价，他知道自己可能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去见王。他不是懵叉叉糊里糊涂没有一个计划，他知道他的那个危险性在那里，然后他懂得分清先后，他知道犹太民族的存活远比他个人的生存更重要啊。他不愿意只是苟且的独自的一个人活着，而看到他自己的民族灭亡。第三，他做好了准备，他寻求支持，除了自己禁食祷告祈祷，他也求同胞们一起来禁食祷告，就好像今天我们整个教会呼吁整个教会来为马来西亚来祷告，为众教会来祷告，为你自己来祷告，怎么样？而且他不只是说说而已，他身体力行，他决定后没有拖延时间。大家讲没有拖延时间，没有拖延时间，决定了就三天后义无反顾的去做，就是禁食后了，没有说哎呀我们继续躲在里面啊，不愿意出来。受祷告的
目的就是行动。如果你没有行动的祷告，就等于就是一个梦想而已。我希望啊， 我盼望啊，祷告是因为我们让我们的行动成为一个有付诸行动的一个事实。Amen。 So, 以色列其实也可以选择坚持不救，或单单只是祷告，为你祷告，为你们祝福的，很多人这样嘛。阿给啊，你的问题，我为你祝福祷告给我，我会祷告中纪念你，有没有？但是以色列他毕竟不是这样而已，他不是单单祷告，或是静观其变来看世云啊，看看啊情况啊，他有什么改变没有？有时候我们是如此的，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也听到神有明确的引导和呼召，但却只愿意置身事外，无爱待机啊！这个是你的事情，你的事你自己搞定，我的事情我自己搞定，对有没有？置身事外，若是有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采取行动，参与神的计划。阿们。而且不只是等别人去实践神的旨意。Amen。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祷告，讲多都没有用，我们一起来祷告，读了这段的经文，看到以斯帖的行动，那我们就又花一点七分钟的时间来祷告，要为三件事情祷告。一就是个人复兴来祷告，我们所有的灯塔人在灵性上的突破。阿们。然后第二就是教会复兴，我们众教会，马来西亚的众教会在灵性上有大更新。阿们吗？然后国家复兴，神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土地上，医治这地。当这病毒充满这个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求神的旨意运行，我们求神的旨意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相信神动工，我们相信神在掌权。几时这个病毒会过去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相信神的旨意仍然在这个马来西亚的土地上，然后神最后也要医治这个地。阿们。好吧，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啊，我们就请师母为个人复兴来祷告，代表弟兄姐妹为个人复兴来祷告，然后灵灵为教会复兴祷告，我就为国家复兴来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卡拉巴卡修罗波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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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当师母你带领个人复兴祷告的时候，我要求我们自己也先为自己个人复兴祷告，各自祷告过后，然后师母代表来祷告，然后我们一起也为国家的复兴来祷告，然后灵灵代表祷告，我们一起也为国家复兴、教会复兴，然后国家复兴祷告，然后我做代表的祷告，明白吗 ？OK， 来，我们开始为自己的个人复兴祷告。哈利路亚，卡拉巴卡西基安达拉巴巴巴巴里安多罗波波波波波波西基安达拉巴巴巴巴巴里安达拉巴巴巴巴巴卡修罗波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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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里安达拉巴巴巴巴巴卡西基安达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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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修库罗波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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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Ki andar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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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sho, ki andar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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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shi ki andere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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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 andar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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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shi andara ba ba chua, Hallelujah， 求主你复兴我，复兴我的灵命，在这个疫情当中，在这个困难当中，我们知道怎样来依靠你。我们不要只是看着大环境，不要看着那个数据，看着政府已经没有办法了。阿们。这个已经是失控了不是人可以做什么，政府可以做什么，人的方法已经完了了。阿们。政府的方法也用完了，但是我们来寻求你的面，求主你复兴我们，不要在灾难这个困难当中我们跌倒，我们要更依靠你，更火热兴起来，来依靠你，来爱你，来寻求你的面，单单的仰望你，每一天都来依靠神你的供应和你的带领。我主，我感谢赞美，谢谢你听我祷告，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个人哦，是你个人啊， OK， sorry， 个人是吗？你是这个我的。
表灯塔摄氏族群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耶稣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在灵里可以得到很大的进步。主啊，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天都要读你的话语。阿门。卡拉巴巴卡修。不能省略，但是这就是要坚持要做的事情。是。主啊，让每一个弟兄姐妹聆听你的话语，并且他们思念、思想、默想你的话语，让我们生命可以得到更新，让我们可以得到越来越。这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好，也会有见证，要有结果之。也求主原谅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他们的我们的灵命可以越来越好后，主啊，我们让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主啊，让我们身上有好见证，让我们身边的人还未信主的人看见我们，就要归荣耀给耶稣，不要归荣耀给上帝。Amen。 说基督徒的生命真是太美好了。Amen。 灯塔圣中心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要有进步越来越像耶稣，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Amen， 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那我们继续的祷告，我们为复国教会复兴祷告，我们各自来为教会复兴祷告，然后灵灵会代表来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卡拉巴卡西安达拉巴巴巴巴里安达拉巴巴巴，主啊，求主你复兴众教会，马来西亚的众教会，让我们不再沉睡，让我们不再只是随波逐流，我们要分别出来，我们要成为好像初级教会那一样的，他说就是我们这些搅乱天下的人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主啊，求主你兴起成为 turn upside down， 愿意为了神你的国度，为了你的领域来把这个翻转，这个国家翻转，这个社区翻转，每一个兴起更多爱你的人，兴起更多的牧者，更兴起更多的传道人，兴起更多的人爱主的弟兄姐妹来为你来工作，主啊，求主你来复兴你的教会，复兴让他们知道时间，让他们知道不是在沉睡，不是只是等候时等待这个灾难过去，而是愿意站起来来扭转，来翻转这整个国家。主啊，求主让教会走出你的大使命，让教会走出来活出你的大诫命，那就是爱，要尽心尽意爱神，爱主我们的神。那第二也一样的，就是要爱人如己。那么我们也要做到每一个教会都能够做到要兴起来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你所教导的吩咐的都教训这些人遵守和吩咐，直到你的再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我要把众教会交托，求主你兴旺，求主你帮助。如此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灵灵来做代表来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主，这时候我们为这众教会的复兴来带到主你的宝座前，主啊，请你大大来复兴，尤其是在众教会的福音，主啊，你亲自来翻转，你自己在众教会，因着这个合一，主啊，众教会都能够来彼此来服侍你，以至于那些尤其是还没有认识你的，因着众教会的复兴的翻转起来，众人的认出，主啊，他们都是我们都是属于你的，他们来归向你，来成为神你的儿女，亲自来大大的来搅拌，尤其在教会的领袖们，主啊，来让他们更多的，让他真正的不只是一个祷告，这是行动上，主啊，这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去行，来按照神的旨意来成就，主啊，请你来亲自来兴起，主你的工人，你自己工人，那些已经是在流荡在外面的，让他们再次的回来，有一些主啊，你让你亲自来拣选。你的工人呢，让他们是时候的可以
来做收割了，主啊，让我们再次回到主你面前，来活着的，来为主你做，主啊，尤其是在做教会，所有一切来属血气、属魂的、属肉体的，主啊，你破除让我们一切所行的一切都在众教会都是属灵的，是完全的，主啊，你破除让我们一切所行的在众教会都是属灵的，是完全心全意来信靠在主你的里面，你自己在这个环境的时候，主啊。我们因这是完全属于你，我们在自己的里面所成就的一切，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成全，按照神的旨意来成全，来满足神的旨意。主，我们这样的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感谢主，我们继续来为国家复兴的祷告，各自来为国家，为你的国家，这是你的国家，这是我的国家，我们各自来为这马来西亚祷告。Amen, 哈利路亚。然后我做代表来祷告。卡拉巴卡西安达拉巴巴巴巴巴巴巴，杰克里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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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谁？主啊，求你复兴之火临到这马来西亚，求主你的医治来临到这地。主，我们来代表着马来西亚，我们代表马来西亚来向你认罪。我们知道我们转向，我们只着重罪孽，我们没有寻求你的面，求主你纪念，求主你看顾保守，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回转，让这个马来西亚回转回来。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复兴啊，复兴领导，复兴领导马来西亚。卡拉巴卡修罗波波波波波西蒂安达拉巴巴巴巴巴巴卡西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天父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要把我们在长医师圣医师长医师的这片土地完全的交托在你的圣手里面。我们相信神啊，你把我们放在马来西亚这个片土地上是有原因的。我代表着马来西亚来到你面前，让向你认罪悔改，因为我们的过往，我们的祖祖辈辈在这里成长，喝这个山水，喝这个泉源，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山水，这个泉源，这些所有一切都是你所造的，我们没有回到这个根源，也就是那个创造者，没有认识这个创造者。我代表着我们祖祖辈，我们的祖先来向你认罪悔改。主仆人在你面前来求告，来祈求，来求你赦免原谅。你说我若我的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谦卑来自卑，来转向我，来祷告，来认罪，你必在天上垂听，并不只是垂听，而且你要来医治我们，医治我们这地。主，我们要把马来西亚交托在圣手里面。我们知道这个马来西亚现在疫情是完全失控的情况，我求主你反转，求主你做改变的工作。我不要求你马上还是现在，但是我知道神你在掌权，你有你的时间，但是我求告你，我不希望更多的人因为这个疫情而失落，而灵魂不得救而下地狱。我求主你让这个疫情快快的过去，让那些人还没有听到福音的都能够听到福音，接着这个疫情能够认识到你，能知道你是掌王权，唯有你，生命在于你啊，还有生命在于你，还有就是你能够医治也在于你。主啊，感谢赞美你，求主你翻转国家，特别是我们的经济，虽然是在这个疫情受到很大的挫折，很大的冲击，但是主啊，你让马来西亚赶快的复苏和恢复回来。主啊，感谢赞美你，我要把马来西亚完全的交托来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弟兄们，我们的这个以斯帖的禁止祷告的今天的第一天我们就这么结束，我们明天再见。